好，在车城地区同样灾情惨重，这个曾经拍过本土剧的知名猪脚店呢，惨遭风雨的肆虐，整个招牌被吹弯了，还有附近的员工宿舍水淹及腰，生意大受影响。风大雨大，前方视线几乎完全看不清楚，天平台风发威，屏东车城灾情严重，就连记者采访站也不能站直，画面回传也断断续续，可以想见风雨之大。同时强劲强风把知名猪脚店的招牌也吹弯，暴雨大到餐厅外观都看不清楚，更不晓得它其实正常营业。风雨肆虐的狼狈模样，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本土连续剧的拍摄场景。应该就大概到腰还是小腿吧。有什么东西受损之类的吗？全部家具爆汤，我们这边店里这边也是很乱啊。原本以为这个周末假日能够好好迎接游客到来，想不到天平台风来搅局，生意大受影响。郑俊文、高梦荣、陈俊杰、谭若仪，台北、屏东综合报道。